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扇贝肉他不知道怎么吃，扇贝肉包饺子包包子都合适，你要放在烧烤店里面放点粉丝放点蒜蓉这一粒对吧。哎，所以说后面呢这里面呢是那个海草跟那个海带，你要是包饺子的话呢你就把它摘掉就 OK 了，剩下的非常完美，对不对。哎，包饺子呢很合适，但是我喜欢用芹菜韭菜，哎，炒着吃。你看只要是鲜的扇贝肉它都是这样子带丝状的。嗯，所以说哎呀很棒，喜欢吃吧。嗯，肥，给个赞行不行，点一下。